수많은 연예인들이 사랑하는 뷰티 전문 브랜드 라디에스 매지컬 에센스. 예술처럼 지속되는 볼륨 비법, 일명 파마 유지 크림, 연예인 컬 크림. 자연스러운 컬링 효과, 무려 마법 같은 100시간 지속력, 볼륨감 업, 모발 영양 케어 업. 탈모 증상 완화에 도움이 된다. 강남 헤어살롱 입점 동일 제품, 세상에 없던 여신 컬크림의 탄생. 라디에스 매지컬 에센스. 是的，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已经在准备迎接这个岁末年终，要准备过新年了。不管在过这个新历年还是农历年，我们的头发。 真的决定你的气势。对，要见你的亲戚朋友之前，你的头发如果一累累啊，卷度又不见了，哎呦毛毛躁躁的，天哪！你整个人看起来今年过得很不好。所以今天来自我们韩国原装进口推出在韩国非常狂销热卖，他们叫做天使光泽霜。对，一擦上去的瞬间，头发除了有光泽之外，让你蓬，让你顺，让你有造型。所以当然今天除了露露之外，先来请我们今天的厂商代表 Emily。 大家好，我是艾米丽。你现在如果去到韩国，或是你在IG上面寻版的啦，你在脸书上面看到的，Google上面看到的，对，叫三秒丰盈神霜，太厉害了，或者它叫烫发神霜，都有，或是欧一万护发霜，或者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瓶，而且呢，它在韩国10个月卖出44万瓶，100亿韩元的销售额，同时三秒钟可以做到让你发量增量的细节效果，是的，卷度像补烫补卷的丰盈感，是的，好，观众朋友，我们来对过来。 来，如果你现在在看电视的人，你摸一下你的头发哈，摸起来第一个像长头发的女生，因为头发重，对，所以上面完全塌掉，完全没有任何的造型，是，最重要的是很多随着年纪越来越大，顶上哈比较稀少的姐姐妹妹们，观众朋友，今天是你的救星了，因为这瓶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你知道在韩国很多的媒体杂志都在报道，对呀，它可以标榜真的100个小时，100小时，100小时大概是几天哈？对呀，哎，4天哦，就是长效维持头发的卷度丰盈感，来自我们韩星御用的这一瓶，就像烫过的头发一样，所以叫卷度重建的烫发神霜，而且尤其冬天的季节，头发不容易保养，然后发量变少，头发上的蛋白质流失，所以你会断裂
的头皮能健康。对，那当然，观众朋友，我要告诉大家哈，真的遇到头皮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用天然，对，一定要安心。在我手上这一罐，你看到很多那个明星都会这样。IG 打卡拿这个，就这一罐。好，这一罐为什么这么厉害？能够一个100个小时哈。对，你可以看到第一个强健发根一定要有三个，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卷度记忆的成分。对，然后呢，它可以强健跟巩固你的发根。你的发根一被巩固了之后，你的丰盈感就出来了，对，不然蓬松度就会支撑100个小时，有弹性。对，再来，如果你是等头毛哈，那个卷度常常洗完第二次头、第三次头就毛掉收缩，超难过。我们里面用了这么多的蛋白质，头发要有卷度、跟弹性、跟 Q 度，就是蛋白，都是植物蛋白，直接帮你卷度重建。再来，我们里面还有这个滋养保护、滋养保湿的成分，跟光泽的天使光成分。我跟你讲，观众朋友，这几个成分真的厉害，你用一次就有效果。而且我跟你讲，它的剂量很厉害，它不是它只要这样，它护发哦，对，它护发的，观众朋友就这样子而已，不用多，然后你就稍微推一下，干湿发都可以用，完全哦，记得观众朋友从你的发根开始撑起来，往上，对，往上撑，好，你再给发根撑起来，它自然就站得起来。然后呢，你做完之后，你这个地方天使光这地方再给它抓一下，顺一下，对，好，稍微造型一下，发尾就不会毛，然后你看，对，然后你知道这个卷度的地方、弯度的地方，你稍微给它抓一下，是好。
刷一下，观众朋友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而且露露是吹风整烫染到好，所以第一，观众朋友，我的发质受损非常严重。对，但你可以看到我的光泽，我的线条都出来了。然后重点是你不要再怀疑了，对，本来的我是这样，我只要用了这一瓶，稍微抓，而且我刚才可以越抓越蓬，对，越抓越蓬。而且我刚才不是只有正面哦，最厉害的是最难吹的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后脑勺，超难吹。一般如果你没有把它吹蓬啊，对，一点看起来人很老，有没有？对，而且你可以用力压，我一直在强调，它不是定型，不是发胶，它会僵硬，它不会，它是护发，帮你把发根这样撑起来，有没有？所以你在家里就这样撑起来，你看那个漂亮的弧度就出来了。而且观众们，你不用担心弹的，就算你戴安全帽，就算你戴帽子，你戴防晒帽，你都不用担心。好，那当然，观众们，我觉得最棒的一点是它非常非常的这个让你有光泽、有柔顺度，所以很多的姐姐妹妹，尤其我们这种中长发、短发的人，她发质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塑形。对，你可以看到沾涂一点点我们的这个造型神霜，是你只要在我那个发根的地方抓一下，好，然后头发拉一下，不是有卷度。卷度有没有？他就想这个矮人说，当初我可以花6000块烫头发，怎么会在洗完变左边那样？对，用我们家的这个烫发神霜抓一抓，又找回当初设计师跟他收6000，他很满意那个头。哎，而且你知道早上出门，你真的不用花30秒的时间，对，抓一抓，三秒钟。我最喜欢它是不油不腻，你看阿姨这么稀疏，发量稀疏，这么稀疏哦。这个时候你去烫什么发根、烫什么的哈，都会烫伤发质、伤头皮。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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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你看，你只要头发有蓬度。自然而然哦，你的发量整个丰盈感就起来了。天哪，多么贵气啊！而且我要讲韩国说哈，这个经证实，对，它可以长效维持100小时。所以你看头发，谁看得出来阿姨头发很少？对，有没有？而且那个光泽感都有。我常在讲哦，不用加发片的啦。韩国人哦，真的是全世界那个美妆产品最厉害、最厉害的地方。他们真的很爱面子。他们真的，我跟你讲，他们你看你自己看那个韩剧里面，对，越有钱的妈妈那个头发是不是越高？对，是不是越有气势？好蓬啊！这个是决定你的气度哈。对，年底到了，你也不要花钱去烫头发，那个头发一直伤一直伤。啊，你烫完还要护卷啊。对，我跟你讲，我现在一次搞定。你知道这一支刚刚讲了，短短的销售哈。400万支，对，144万支，100亿的韩元的销售额。好，然后观众们，你看在我们所有霞欧婷的专柜、salon的专柜，真的他们就在这样的销售，在江南。然后呢，你看哦，这个一瓶，韩国的现代百货公司现在架上有在卖，150ml 大瓶，市价一支折台币1000。我们还有旅行瓶，旅行瓶的一支500块钱，还有人正货在卖，还有人不相信，对不对？观众朋友，我告诉你，这个是我们家凯文，郑凯文，他去韩国，对，他自己去买的发票，是。你看哦，是不是台币1000？对，台币快500块，没有再打折，没有折扣，任何时候去都是这个价格，没有折扣。我们特别把发票拿来给大家看，是观众朋友，MOMO台做一档的回馈，岁末年终。对，那我告诉大家，这一瓶真的你要买，因为这是韩国进口，以后有没有这个组合我不知道哦。对，这个是1000，这是加一2000哦。对，再加一瓶是不是2500？2500，然后就MOMO，今天MOMO价是1260的小组。大云神，如果你已经心动的，你等等，等等，因为今天还有一个大组。大组才划算，把小组先加倍，等于是4支我们的大瓶，等于4000了。对，再给大家2瓶我们的旅行组，对，这样1000，加1000，5000喽。但是如果你今天订大组的人，我要傻逼鼠再送一支第3支，市价500块钱的旅行瓶，而且价格只要1980。而且观众朋友，你相信我一句话就好了，观众朋友，岁末年终了，你要造型不需要去外面沙龙了。你知道我这一瓶等于你这些梳子啦、吹风机啦、电棒卷啦、发胶，所有的它就是你的发根烫。对，它就是你的补烫，对，它就是你的电棒卷。是的，谢谢大家，观众朋友一定要抢大组1980的价格，今天真的太超值了。但记得头发决定你的气势，对，千万不能这个枯燥、毛躁、扁塌，发量少。海外商品部独家引进专案的档次，老会员记得气势决定它，把我们的老会员转单，加快你的订购速度啦。무발을 살려주세요. 3초, 1초, 2초, 3초 뽕크! 와. 예. 자, 그 다음에 남은 걸로 두피 수스. 그동안 두피 바르면,
탈모 일어나잖아요. 네. 다 사모님들 그 걱정이셨거든요. 근데 이 제품은 그럴 걱정이 없어요. 저는 이제 그냥 바르시라 그래요. 바로 발라요. 네. 두피에다가 바르면 탈모 관리. 그 다음에 풀어져 있던 파마결이 지금 보시면 오늘처럼 비 오는 날에도 반짝반짝. 맞습니다. 그분이 아까 앉아 계신 걸 기억을 못 하실까봐. 네. 아. 방송 직전에 찍었거든요. 역시 여자는 볼륨이야. 네, 맞습니다. 네. 여기가 이렇게 사니까 우리 어머니 이런 통 라인이 더 갸름해지고 사모님들이 보였어요. 이런 거 되게 좋아하시거든요. 맞아요. 근데 원장님 옆에 보니까 파마기가 아예 없으셨었는데요? 네, 맞습니다. 근데 이제 기억 형상이라 그래가지고 파마가 없는 게 아니라 다 늘어지신 거. 머리가 맨날 이렇게 염색하고 머리가 가느시니까 점점 더 가늘어지시는 거거든요. 살렸어, 다 살렸어. 네. 3초 봉긋에 완전 마술사시래요. 자, 처진. 처져 있죠? 백모는 힘이 없어요. 처져 있죠? 조물조물해서 1초, 2초, 3초. 3초. 자, 전체적으로 보여주시면, 오! 아까 그 처져 있던 그 축 처진 백모 어디 갔나요? 와. 이런 이제 백모 같은 경우는 네. 뿌리펌을 해도 계속 죽는 거예요. 죽어요, 죽어요. 근데 이제 죽지. 뿌리펌이 기억은 하고 있어요. 그렇기 때문에 제품을 바르면 극대화가 되는 거죠. 드라이 고데기 안 하고 지금 3초로 살려내셨는데 이게 딱딱하지가 않아요. 지금 보이시죠? 안녕하세요. 한번 해볼 수 있어요, 어머니? 와. 뿌리 다 살았다. 앞으로 딱 보셔도 어머, 이런 게 막 열을 가한 것처럼 다 살아있어요. 더 막 이렇게 두피에다가 더 막 바르셔도 돼요. 그러면서 조금 더 부풀리시면. 왜냐면 여기 아까 이렇게 보니까 완벽하시죠? 머리카락 탈모가 좀 많이 와 계시던데. 네. 지금 한 줌 머리카락을 무슨 피스 가발 붙인 것처럼. 如果你像刚刚那阿姨一样大姐一样头发上面都已经很稀疏你一定要用它你一定要用大佐你注意看哦我们有大条的四条对旅行组三条一千五加起来五千五的市价然后我们今天卖一九八零达云省一你可以找姐妹一起来合购看太划算了我跟你讲过那么这是韩国原装如果你把漆平除以一九八零对它一瓶才多少钱两百多块钱对呀怎么可能我跟你讲而且这是韩国原装它再来一般的发雕造型品磨到 头皮你会有一色三味的掉头发，对，我叫做护发霜，没错，是它里面有一个卷度记忆的特殊成分，它是可以帮你变成烫发神霜、发根烫神霜、护发霜。因为你看我们头发少，就是头顶这个地方，对，那你希望把它撑起来，以前用吹风机电棒，但你看我们只要插上去我们的卷发神霜，对，你看就这么简单，哎，也没有用吹风机，没有技巧，对，磨乳液，对，放在手上，是在你的发根抓几下，它头剩下的不要浪费头皮。 稍微搓一下，给头皮营养。对，观众朋友，你看哦，你以前烫完头发一个礼拜以后就塌掉，为什么那个卷度？你的头发软嘛，收嘛，但是你看它就进去以后把它撑起来、裹起来，所以以前你可能一个月你要烫一次头发，现在我跟你说，你三个月再烫一次就好了。但你三个月再烫一次，不是省钱而已哦，你的头发就不会掉啊，头皮固发值。对，而且观众朋友，你看，尤其这种中长发，我最讨厌是因为每次你一个型没有了，那个头发超没劲。 精神对，但观众朋友，我们把你的线条找回来，嗯，把你的卷度找回来，把发根的那个丰盈度力用过起来，你有没有发现那个一蓬哦，就在那脸就小，然后就立挺，你不是因你去打10万块的电波拉皮，而且观众朋友，你以后脸再漂亮，妆再漂亮，衣服再漂亮，你的头发一旦是扁塌没有光泽，我跟你讲，你真的，我们制作说的对，啊就输了，就输了，对，但观众朋友，我告诉你哈，我觉得它最厉害，除了让你丰盈之外，是尤其我们长头。 头发的女生也是哦，对，那个卷度弯度那个S度哦，对，每次消掉之后，哎，对不起，你一次烫要不要3500？要啊，但是观众们，我今天等于你花一条不到200多块钱的价格，把你的卷度救回来，所以你也不用再一天到晚去补烫，不要再花钱了，不要再花钱，不要再伤发质，等于是在护发的时候，头部帮你把卷度找回来，帮你搞回来，然后气势，你的那个气势一定要找回来，而且观众们，重点是不是让你蓬而已，它那个光泽真的很漂亮，然后家里面有儿子。 老公啊，也可以用。我跟你讲，那个韩星欧巴为什么头发那么高，用这条啦。他们以前都会用发雕啦、发蜡啦，然后头发就越弄越少。是啊，头皮屑越来越多，头皮越来越臭。但你看，你看我们的这个丰盈神霜，它直接帮你把发根撑起来。有没有？卷度找回来。好，但观众朋友真的要把握本档，因为这个韩国一条真的，我们家凯文去韩国买，它一条就是1000块钱。对，而且我告诉你，这旅行瓶要500块钱，但今天观众朋友，我们给大家大组的组合，只要180。
四条大条，市价4000，再加三条小条，加市价1500，加起来5500块钱。是的，观众们，今天早上980要买大组8221237，822-1237，谢谢大家转达赢家看你的订购速度啦。이럴 때 가장 우리가 하고 싶은 게 이거야. 네, 맞습니다. 이거죠. 근데 이걸 원장님 추천하지 않는 거예요. 근데 살려주신대. 두피가 콩을 모시니까 더 빠지실 거예요. 맞아요. 가발을 많이 쓰시면. 네, 악순환이죠. 모자 네, 쓰면 안 된다네. 머리 어렵게 빠지니까. 생각하지 마시고 사모님들 그냥 전체적으로, 전체적으로. 아, 내 머리에 영양 복부하면서 두피 마사지 한다 생각하시면서 이렇게 잡아주세요. 자, 갑니다, 갑니다. 2초, 2초, 3초, 뽕 끝! 이야! 옆으로 바람이 쫙, 드라이 바람이. 아니, 상이 있으세요. 근데 이 영양이 순간순간 되게 빠르게 흡수되니까. 어머! 여러분, 지금 주문 전화 최고로 많습니다. 여기 있는 요거 이런 거 안 붙었어요, 이거? 이거 이제 필요 없어요? 네, 맞습니다. 있는 머리숱 가지고 살리니까 되잖아요. 뒤통수, 옆통수. 이야. 아, 그냥 이렇게 털어만 주셔도 또 한 번 또 산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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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요렇게 딱 발라서 손바닥에 문지르고 조물조물. 아, 역시 이제는 두피에 나신다. 아, 네, 맞습니다. 최고 주문 올라가는데요. 희경 씨 주문 너무 많아요, 지금. 야, 아니, 그리고 우리 어머니 하시는 게 너무 자연스러운 거 매일매일 쓰시니까. 아, 역시. 3초 뽕 끝. 1초 뽕 끝. 올라가네요. 근데 아까 분명히 뻗쳐져 있는 머리인데 컬이 살아난다. 네, 맞습니다. 네. 이제 뻗치는 게 머리가 다 풀어지고 늘어지니까 뻗치는 거거든요. 사실은 이런 분들은 파마를 할 게 아니라 이 제품 발라서 한두 달 더 모발을 보호해주는 게 더 사모님들한테는 좋으세요. 그래서 파마 연장, 파마 네, 연장 에센스라고 하는군요. 미용사들도 뭐 이게 상한 머리에 적응 네. 많은 게 좋은 건 아니에요. 아니, 미용실 네. 한두 달 더 안 가셔도 될 것 같아요. 파마 진짜 연장 됐다. 네, 맞습니다. 이렇게 살아나는데 지금 뒤통수는 이만큼. 어머! 근데 이게 좋은 게 약간 흔들어 보시겠어요? 이게 좋은 거야. 찰랑찰랑찰랑. 네, 맞습니다. 太厉害了！哎，讲真的，卷发霜的效果真的让我很惊艳。是，观众们，我希望你不要买小组，因为这是韩国原装进口，它的数量真的不多。大组总共有4大条，对，你家女儿跟你老公、你儿子都可以一起分呐、啊。对，3条旅行瓶再送给大家，随时随地都要美美的。我觉得，我觉得女生哦，头发一扁，你有没有觉得整个人穿什么衣服都不好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年纪越大，我们就会开始喜欢去烫头发。对，可是剪头萌是一条不归路哦。对，因为它可能2-3个月之后，或是1-2个礼拜毛掉，你就会想要再重复去烫，尤其这种头发哈、你说真的，它真的很没型。观众朋友，你不用担心，对，你只需要像这样的中长发，挤出约米粒般的大小，对，然后呢，手上搓一搓，只要这样搓一搓，它是护发霜哦，对，接触头皮没有问题。我先说我不是造型师，你看到、哦、你从发根的地方，给你的发根，发根的地方。观众没有发根的地方有没有看到？发根的地方我们有一个卷度记忆的成分，这个地方再抓一下。尤其我告诉你，头顶的地方你一定要特别再抓一下。然后还有很多女生，你几号？最怕你几号？哎、欸，不好意思，我是19号，是不是？红牌，红牌，好厉害、哦！女生最讨厌这个地方，刘海很塌。我教大家一个动作，抓一下，撑一下，抓一下，撑一下。我跟你讲，这个地方哈。撑一下，然后这个地方有没有最容易塌的地方？对，这边手上还有一些余的，对不对？顺一下，顺一下，观众朋友，我告诉你，简简单，我是造型师吗？啊、我不是哎、欸，撑一下它，发根就这样撑起来，有没有看到？观众朋友，露露不是造型师，但是今天你可以看到。你看这个红，这个弧度，弧度，对，差点说红度，这个弧度，这个弯度，以前你没有用吹风机吹，跟元素真的吹不出来，但没有这个蓬度，而且甚至连后面的地方，后脑勺的地方是最重要的。观众朋友，你看这个地方，对，有没有这个蓬度，还有这个弯度？我跟大家讲，而且头发那个线条感，对，你不敢相信它没有上发胶呢，没有没有，它是松的，对，它是松的，它完全没有任何的发胶。所以观众朋友，我告诉你，像这样只需要靠我们的卷度神霜。是复活神霜，它就可以帮你卷度复活嘛，像骨烫霜，像发根烫一样。我跟你讲，真的太厉害了。所以很多的姐姐妹妹，我告诉你，刚刚我跟艾米丽说哈、很多女生烫哦，可能2-3个月。我跟你讲，2-3个月还算久的，通常像要这样大。
大卷度都要一个月就要烫，没有就要补烫，对，因为那个卷度会开始湿掉跟毛掉，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呦，看起来真的没精神，而且到底要不要烫又好挣扎、哦，而且对对，因为一烫发质又伤嘛，对，你要额外再花3000块护发，然后你看哦、嗯，像我现在我就挤一点在手上，真的不用多，我跟你们讲不用多，为什么以前呢？如果说你是2-3个月要烫一次的，你现在可以拉到半年，因为这个里面有卷度剂的成分，像我现在头发的卷有点不漂亮，对，没有光泽，对不对？对，你就是顺着你的头发这样抓，这样抓，然后刘海有没有？哦，有，这样就蓬起来了。哎、欸，我线条都看到、哦、看出来了，有，你看，哎、欸，差好多、哦，你看这厚度，有啊。然后你再看我在这边在抓，我这边在抓，对，再抓一下，再抓，它这里就高起来了，真的耶！然后整个那个头发、欸，你这样去抓，对不起，它是会让你的卷度整个怎么样？没有用，漂亮，没有用吹风机，但你用吹风机效果会加倍哦，更好哦。你要再松一点，你看那个蓬度跟卷度很漂亮，对不对？哇，对，我就只有这样子哦、欸。你真的马上从小姐变那贵妇，很有气势、嗯嗯。而且重点是，除了这个之外，后面的卷度也很重要。整个枕头的护卷真的很厉害。我再把它，你知道后面女生最容易 hiki 呀、啊。对。但你看你的卷度整个回来了，有没有很好看？ Yeah, 亮不亮？而且你看长发、短发、中长发全部可以用。卷度让它瞬间复活，我跟你讲，卷度真的很重要，因为那个卷度只要一不卷了，那个头发整个就没型，对，整个就没有质感了。但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吼，你一定要买，因为岁末年终、嗯，很多人那个沙龙店都要涨价了，对啊，然后现在都排不进去了，或者不是、啊、你现在去烫，等到真正过年都要毛掉，而且你就带着这一支，现在你又觉得年底睡得比较晚，天气冷，想要赶快造型就出门，对，你也不用在那边整理了，就靠它就好了。是的，韩国这一支我跟大家讲吼，大瓶的和台币，大瓶就我们这一瓶，在现代百货现在去买，一支要1000。大组有4支哦，然后1000，然后小组的呢，我跟大家讲，现在去买一支是500块钱。然后我们今天有3支大组的，那个大小支，对，大组的部分小的3支。我再跟大家讲一次，真的，我直接拿发票给你看。1000块，500块、嗯，真的，观众朋友，你今天在摸摸台比韩国买还要划算的价格，还有，你知道我们在韩国啊，全部那个卷度哦，是到底能撑多久，都经过人体实验，哦，这个很重要，我们是临床实验，告诉你使用一次大概3秒钟的时间，是3秒钟你可以看到什么效果，来，它不是定型液，也不是造型品，它是护发神霜，它敢讲哦，丰盈度持续100个小时，它是护发，哎，对，卷度持续100小时，它是护发，发根的丰盈，秀发的光泽，是。减少分叉，减少吹风机的热伤害，减少静电，而且你的皮肤不会敏感，因为它连头皮都是可以碰触的。而且观众朋友记得，它不油，而且它不会让你僵硬，让你有白屑，它是真正的让你的卷度复活的造型神霜，而且看让你的发根更丰厚。但错过本档，对不起，大组的组合，我们海外就做一档回馈。对，这么多条让大家带回去，4大3小全部带回家，市价5500，今天只要1980的价格。谢谢大家，82137老会员别忘了转大音，加快你的订购速度，还可以再省100块钱，打电话啦！수많은연예인들이사랑하는뷰티전문브랜드라디에스매지컬에센스예술처럼지속되는볼륨비법일명파마유지크림연예인컬크림자연스러운컬링효과무려마법같은100시간지속력볼륨감업모발영양케어업탈모증상완화에도움이된다강남헤어살롱입점동일제품세상에없던여신컬크림의탄생라디에스매지컬에센스이렇게모발을살려주세요3초1초2초3초뽕끝와예자그다음에남은걸로두피수습그동안두피바르면어탈모일어나잖아요네다사모님들그걱정이셨거든요근데이제품은그럴걱정이없어요저는이제그냥바르시라그래요바로발라요네두피에다가바르면탈모관리그다음에풀어져있던파마결이지금보시면오늘처럼비오는날에도반짝반짝맞습니다이분이아까앉아계신걸기억을못하실까봐네방송직전에찍었거든요역시여자는볼륨이야
네, 맞습니다. 네. 여기가 이렇게 사니까 우리 어머니 이런 턱 라인이 더 갸름해지고 사모님들이 이런 거 되게 좋아하시거든요. 맞아요. 근데 원장님 옆에 보니까 파마기가 아예 없으셨었는데요? 네, 맞습니다. 근데 이제 기억 현상이라 그래가지고 파마가 없는 게 아니라 다 늘어지신 거. 머리가 맨날 이렇게 염색하고 머리가 가느시니까 점점 더 가늘어지시는 거예요. 다 살렸어, 다 살렸어. 네. 谢谢大家，发现了！对，观众们，你没有看过，这是全新的新品，是在韩国最新的一支哦，我们的这个御寒星御用的风铃霜，对，四大条的组合再加三条的旅行素，七瓶的组合达人只要$188，对，平均$200多。不是，我跟你讲，你去扫一次补烫，你这一组就回本，然后你补烫不止伤合包哦，对，你补烫的时候头发是不是也会受伤？对，等于我帮你护发。 帮你护卷，对，而且观众们，你看画面上，我没有任何的技巧吧，我就只要涂在我的手上，从发根里面抓抓抓抓抓，观众朋友有没有？很多大姐你真的都有烫头发，对，那你都觉得就是烫完那一两次漂亮，是，之后再怎么洗就像左边，是，之后这次的卷度不见了，对，不是设计师的错，而且也撑不起来，你只能吹，观众朋友这一支它为什么这么厉害？我告诉你，它里面所有的成分当中都用到天然的角蛋白，对，还有植物的这个蛋白，是，所以第一个它可以补充瞬间补充你。 发丝的营养，它是把天然的植萃做成卷度记忆的一个复合成分，它记住你本来头发的卷度跟蓬度。对，观众们，你看这位大姐，这位阿姨，她的那个头顶上面头发真的其实有空洞一块了。我跟你讲，空洞，那头发又塌，你是不是整个人看起来很显老？但观众朋友有没有贵妇跟阿嬷一线之间？对呀，只要把蓬度做出来，她什么事也没做，她也没脱垂头毛，而且她也没有放定型液，对，都没有，就是抓一抓。而且我告诉你，观众朋友，重点是她没有任何的技巧，她没有任何。 的技巧，它只需要在你的发根就这样抓抓抓，用手抓一抓，你的形出来卷度出来，那个就完成了。对，它就是给你的卷度弹力，对，给你的发根呢足够的丰盈度，对，给你的头皮营养，对，因为它是护发，它不是造型，没错没错。所以你看每一个大姐都用完之后，你都会觉得它好像刚从设计师的沙龙出来一样，而且现在头发刚烫完一样，对，就是为什么在韩国10个月可以卖$100亿元的营业额，而且观众朋友，高级沙龙店哦，像我们在霞欧亭在。 韩国的那个清潭洞在明洞，都是这个$80亿用。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总共给大家大组哈，是四大条，对，再给大家三条旅行，市价$5500。如果你去韩国买，此时此刻$5500，MOMO今天新品手卖的价格最优惠。谢谢大家，8221372，我们就做一档的这个回馈专案，对，这个是新品手卖的档次才有这个价格，错过本档机会不在。谢谢大家，观众朋友，把握本档，我们要先收一段话吗？制作，对，因为我跟你讲，电话大爆数量下降，非常的快，我们要进行最后统计了。谢谢大家，老会员转账。 근데 요럴 때 가장 우리가 하고 싶은 게 이거야. 네, 맞습니다. 이거죠. 근데 이걸 원장님 추천하지 않는 거예요. 근데 살려주신대요. 두피가 콩을못이니까 더 빠지실 거예요. 맞아요. 가발을 많이 쓰시면. 네, 악순환이죠. 모자 네, 쓰면 안 된다네. 어렵게 생각하지 마시고 사모님들 그냥 전체적으로 내 머리에 영양 복구하면서 두피 마사지 한다 생각하시면서 이렇게 잡아주세요. 자, 갑니다, 갑니다. 2초, 2초, 3초, 야 옆으로 바람이 쫙 드라이 바람이 많이 향이 있으세요. 근데 이 영향이 순간순간 되게 빠르게 흡수되니까 여러분 지금 주문 전화 최고로 많습니다. 여기 있는 요거 이런 거 안 붙었어요. 이거 이제 필요 없어요. 네 맞습니다. 있는 머리숱 가지고 살리니까 되잖아요. 뒤통수 옆통수 야. 다 그냥 이렇게 털어만 주셔도 또 한 번 또 충분히 많이 산다. 또 산다. 또 산다. 또 산다. 真的太神奇，我真的爱死这一罐了。观众朋友，你一定要抢大组的部分，我们有四大条，再加三条旅行素。对，$1980的价格，大约省$100，七件式的组合，韩国原装。如果你到霞欧亭，你到清潭洞，你到明洞。 沙龙店他们都是用这一支，对，观众朋友，你知道像我们的头发，就算我们烫完之后，你两个礼拜、一个月，你也要补烫一次。对啊，但这支韩国人叫做造型神霜，叫做卷度护我霜、烫发神霜。你真的，我告诉你，这支是我们MOMO台的新品哦，对，大家都在抢，你真的不用。
多，你只要一点点，然后你稍微把它推开，对，然后你记得你洗完头也可以用，然后再吹吹风机效果也很好，是干的头有时候出门的时候也可以用，对，乖乖，你看露的头发其实很难做造型，对，但我做一个动作给你看。发根的地方，它就是有点像发根的地方，你会觉得你好像去烫完发根烫，有没有？对，整个发根都立起来。观众朋友不要再怀疑，眼见为凭，你知道再这样搓一搓。对，观众朋友不要怀疑，搓一搓，它不会硬，你知道吗？太蓬，小心。对，我告诉你，它就是这么蓬，它还可以更蓬。对，观众朋友，我只想我出框了，太蓬了。好，观众朋友，我要告诉你它为什么这么蓬，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就是把你的发根强韧，卷到。观众朋友，我烫又染，我的头发非常糟糕，但它可以回复它的光泽感。回复它的弹性，对，观众朋友，露露的发质真的粗硬发，但是我今天能够把我的头发这样撑起来之外，没有任何吹风机，没有吹风机，然后最难看到没有？你往后脑勺这里，对，没有出到吹风机原声，打语音哦，是，就是这样搓搓搓，然后往上抓。你看它整个后脑的蓬度，然后没有硬，然后弹性、啊，没有硬掉，它是有弹的、啊，对，而且你戴完安全帽，戴完毛帽，这么冷，对不对？它还是回来的，超厉害的。所以观众朋友，我为什么讲说这瓶在韩国狂销热卖44万瓶，100亿韩元？对，因为短头发的人蓬起来，对，长头发人更需要取代你的发根烫，对，对，取代我的补烫，对，因为很多女生像这样的卷度，你一个月烫一次多伤头发，对，然后再来到一次3-5千，毛掉之后，对，你就会整个人变气质很差，对，所以我们有烫发的人，首先你看你这样抓一下，你看到、哦、你注意看那边，你抓过了，你看我这瓶是不是很神奇？你看我这样抓，有看。就出来了，然后再来，你看我这边很毛，对不对？对。如果你喜欢比较漂亮的卷，就这样，你就这样拉它。对，有没有看到？人家造型师都这样拉，你看卷度，而且光泽感是很亮，有，是亮了，有。然后这边你也可以这样抓。我跟你讲，观众朋友，对不起，以前你要去沙龙店抓亮，对，抓亮，然后你要蓬，对不对？顺它。我那个卷度又回来了。以前你一定要一卷不敢梳开，因为梳开直掉。你看我这样梳开，对不起，它的卷度都还在。观众朋友，然后我的发质又这么好，然后再来，不是只有正面哦。跟你讲，背面才美。决胜点就是在背面。决胜点在背面。你看哦，我这样抓它，以往不敢这样抓，是因为会直掉。连女生都想看，你看观众朋友。有没有看那个卷度，那个弧度？有没有看到？我刚是抓它哦。观众朋友，我跟你讲，以前烫这个要烫回来，你要再花3000。对，你要补烫再花3000。是，观众们，这个卷度，对不起，我光泽它就回来了，卷度就回来了，蓬度就回来了，光泽也回来了，护发还有这个所谓补烫效果，补烫神霜全部到位了。对，观众们有边听边打电话，因为最后3分钟，我要告诉你，这是新品，这是新品，新品首卖。哎，我先讲，前没有卖过，韩国原厂不让我们卖大组，我就是要讲这件事，本来没有这个组合，因为韩国人家一支，对，你现在去霞欧亭，你现在去清潭洞，你现在去 SPA， 它一支就多少钱？一千，然后这一支小木柱随身瓶是500。观众朋友大爆线了，你最后3分钟买不到，我跟你讲没有了。因为本来我们的提报韩国原厂本来是这样哦，对，小组哦，1260，但是我们跟原厂争取大组，是小组加一倍的分量。然后呢，如果买2组，所以我们先帮你便宜500，是是是，然后再加码再送你另外一个市价500块钱的这个旅行瓶。你知道这样等于省多少钱吗？市价5500。对呀、啊，不是我说，我说如果你这样只买小组的，你不如买大组，你省好几百块，现省1000。对啊，对啊，现省1000。是，但观众朋友，我先告诉你，你错过本档不会有这个组合了，大组不会有大组了。但岁末年终，不管要迎接新年还是迎接农历年，我跟你讲，到时候沙龙店都被踢给啦，是，都摆啊，拢死人啦。对，你根本没有时间，但是我有这一支，走到哪里就是漂亮到哪里，而且帮你的卷度丰盈持续100小时，帮你的卷度持续100小时，减少静电，同时可以发根的丰盈。谢谢大家老会员8221237，不要打错屏号，8221237，转达音交给你的订购速度，大组没有了。발라서 손바닥에 문지르고 조물조물 아 역시 이제는 두피에 나신다. 네 맞습니다. 최고 주문 올라가는데요. 희경 씨 주문 너무 많아요 지금. 야 아니 그리고 우리 어머니 하시는 게 너무 자연스러운 거 매일매일 쓰시니까. 아 역시 3초 퐁 끝 1초 퐁 끝 올라가네요. 근데 야. 아까 분명히 뻗쳐져 있는 머리인데 컬이 살아난다. 네 맞습니다. 네. 이제 뻗치는 게 머리가 다 풀어지고 늘어지니까 뻗치는 거거든요. 아. 사실은
이런 분들은 파마를 할 게 아니라 이 제품 발라서 한두 달 더 모발을 보호해주는 게 더 사모님들한테는 좋으세요. 그래서 파마 연장, 연장 에센스라고 하는군요. 미용사들도 뭐 이게 상한머리 자국 많은 게 좋은 건 아니에요. 아니 미용실 한 두 달 더 안 가셔도 될 것 같아요. 파마 진짜 연장 됐다. 네 맞습니다. 이렇게 살아나는데 지금 뒤통수는 이만큼. 어머 근데 이게 좋은 게 약간 흔들어 보시겠어요? 이게 좋은 거예요. 찰랑찰랑. 네 맞습니다. 죽었잖아. 생화죠. 근데 요럴 때 가장 우리가 하고 싶은 게 이거야. 네 맞습니다. 이거죠. 근데 이걸 원장님 추천하지 않는 거예요. 근데 살려주신대. 두피가 콩을 모시니까 더 빠지실 거예요. 맞아요. 가발을 많이 쓰시면. 네 악순환이 이제 모자 쓰면 안 된다네. 머리 어렵게 생각하지 마시고 사모님들 그냥 전체적으로 내 머리에 영양 도포하면서 두피 마사지한다 생각하시면서 이렇게 잡아주세요. 갑니다 갑니다. 2초 3초 뽕 끝. 이야 옆으로 바람이 쫙 드라이 바람이 많이 상해 있으세요. 근데 이 영향이 순간순간 안녕하세요. 되게 빠르게 흡수되니까 어머! 여러분 지금 주문 전화 최고로 많습니다. 여기 있는 요거 이런 거 안 붙었어요. 이거 이제 필요 없어요. 네 맞습니다. 있는 머리숱 가지고 살리니까 되잖아요. 뒤통수 옆통수 야. 다 그냥 이렇게 털어만 주셔도 또 한 번 또 만지세요. 또 산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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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家好，我是鼠宝男。天真的糖宝宝在做好一个手工皂之前呢，要重复50次的练习，重复100次的失败，再重复1000次的坚持，才能做好一个完美的手工皂。虽然说速度不是最快，但它一定是最用心的。这群努力跨越学习皇后的孩子们，需要你跟我的支持。邀请你到某某购物网按下百元捐，一同照亮糖宝宝的就业路。 年终盛典开跑喽！即日起到12月31日，几点加价购 Annual's Bay 独家授权商品，只要399元起，人人有奖，天天签到，免费抽666等好礼，全镇消费5500，满额最高送5000，不限金额，下单就抽年度好礼2选1，还有30间银行刷卡回馈最高5000元，更多好康快上某某购物网。 某某电视购物圣诞欢乐送，全月下单抽7星级按摩椅，消费满8500登记送米奇夜灯，满15000且2件再送蒸汽乳霜礼盒，登入签到还可免费抽猫币，超多独家限定活动，请见某某购物网电视购物馆，一起欢乐过圣诞。 今天看起来就觉得很有，好有活力哦，很有活力，要去过节的感觉有没有？好，马上迎接新的一年，我相信很多这个姐姐们哦，我觉得大家其实最近都开始在想说，哦，就准备请新衫，但是呢，说真的啦，我觉得有一件真的是。